尊敬嘅法师，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我哋继续嚟学习《大乘无量寿经》，请睇第六品第24愿。呢一段嘅愿文呢，有三个愿。我哋讲到最后一愿啦，系莲花化生愿。咁 今日朝早已经读咗经文啦，我哋就唔重复啦。呢、这个莲花化生愿呢，系接住前边国无女人缘。艳女转男缘，讲落嚟，有啲人咧，可能咧就中意问问题，佢问极乐世界冇男女就冇父母啊，冇父母啲人点生出嚟嘅咧？所以咧，佛喺呢度咧，亦都发一个愿啊，解答我哋嘅疑问。我哋唔系父母所生，喺极乐世界啊，唔需要父母，系莲花化生，佢唔系胎生，呢度咧我哋系胎生，母亲10月怀胎，母亲辛苦，我哋喺肚里边咧亦好辛苦，我哋已经忘记咗啦，如果你有宿命通啊，你就会记起啦。自己10月怀胎嗰阵逼喺娘亲嘅嗰个肚里边，好似个水桶箍住，嗰个辛苦，你可想而知啊。你唔信，你自己可以翻去试一试，攞个大木桶，然后你自己咧抱住捐入去。你试下系咪熬到一日？而且唔系头向上，脚向下，系头向下，脚向上。你试下挨一日一夜得唔得？都好艰难啊，何况话10个月咧？所以佛讲话生老病死苦啊，个生嘅苦啊，好痛楚。呢、这个我哋都忘记咗啦，所以有胎生就必定有苦，有生就必定有死，生老病死，生嘅苦已经曾经尝过啦，老嘅苦唔少同修已经尝到啦，我哋咧，渐渐开始品尝，病嘅苦，我相信大家都病过，都已经体验过啦，就剩低最后一个死苦，一定会有一日要尝嗰个死苦噶，所以你睇下呢个世界，真系唔可以留啦，就系、是、生老病死，无论你系公侯将相。总统、主席都系假嘅，都系要上呢个生老病死，边个都逃唔到。所以就系凭呢一条，我哋都要严厉娑婆。去到极乐世界咧，唔会有生苦，唔会有老苦，唔会有病苦，亦都唔会有死苦。人系唔死嘅，无量寿，直接成佛。寿命无量生呢系莲花化生，一去到极乐世界，唔需要一啲时间啊，即刻就变现出阿惟越智菩萨嘅身体出嚟。极乐世界唔系从细到大咁样生长嘅，我哋依家睇到细路仔慢慢长大，
到十几岁啦，先叫做长成人咁高啊，成人啦。极乐世界唔需要噶，一去到即刻莲花化生，一出嚟就系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同阿弥陀佛色身系一样。啊，所以嗰个殊胜啊，真系令人向往啊！因为佢系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佢唔系肉身，唔系血气嘅身体，啊，系法性身，啊，系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嘅，啊，呢一种身体，啊，所以佢唔会有病苦。佢唔会有四大不调啊！我哋咧一到天落天冷啦，哎呀，咳嗽，哎呀，甚至感冒啊！年纪到咗中年以后咧，唔系呢样痛就嗰样病啊！有啲病叫得出名，有啲病叫唔出名啊！种种都要品尝。呢个系咩咧？因为呢啲血肉身啊！五阴身啊，一定要受。喺极乐世界咧，佢唔系五阴身，嗱，唔系血气所生，完全就系清净嘅呢个法性身，所以佢唔会有病，佢唔会有死，亦都唔会老，年年十八岁，几时都咁青春，青春永驻啊！呢度讲话青春永驻，祝福噶咋，氹下你开心噶咋，点可能话青春永驻嘅咧？去到嗰度先系真嘅。所以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啊，呢度讲嘅所有嘅世界，包括我哋呢个娑婆世界，一切嘅众生，只要一生到极乐世界，生我国者。戒于七宝池莲花中发生，极乐世界有七宝莲池啊。后面经文会讲到嗰个七宝池下边系金沙遍地啊，里边系八功德水啊。嗰个水有八种功德，即系八种性能啊。你喺里边咧游下泳啊。冲个凉啊！唔单止身体舒服啊，你可以断烦恼啊，可以成佛道啊，嗰个殊胜啊，不得了啊！呢个我系以前出家之前就好中意游泳啊，出咗家之后就唔得游泳啦，有啲遗憾。但系冇所谓啦，知道咧，将来去极乐世界任你游我以前喺大学嗰时啊，系业余游泳选手以前喺广州市中山大学读书嗰阵系呢个四式嘅广州市曾经攞过第四名 仰泳呢、这个蛙泳蝶泳自由泳四式200米，所以好中意游泳，日日都游觉得好舒服喺水里边畅游后屘学咗佛之后咧，亦都每日都游。就观想系自己喺七宝池里边游，为以后我去咗极乐世界啊，我都要咁样游，所以出咗家之后冇得游泳啦，都唔需要遗憾啦，早啲去咗之后游得够，七宝池，而且喺嗰度游真系烦恼都脱落。咁呢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边咧，生长住莲花呢啲莲花就系去到极乐世界嘅人，
啊，喺嗰里边啊出生发生，啊个化系变化化现出嚟，啊佢唔需要有生长嘅过程，一化现就出咗嚟啦。呢个系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啊使到有咁样殊胜嘅呢种现象。啊，咁个莲花喺后边经文有介绍。这个莲花不同我们这个世界的莲花，我们这个世界的莲花都不错、啊、花里面算是、啊、最难得的了、啊、古人有爱莲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篇短文、啊、写得非常之好、啊、说莲花是花之君子者也、啊、为什么呢？出污泥而不染、啊、所以是花之君子啊，咁喺佛法里边亦都非常啊重视用莲花嚟表法啊？点解咧？因为莲花嗰个特征啊，同其他花唔同。一个就系头先讲嘅出污泥而不染啊，表示咩咧？我哋学咗佛啦，有般若嘅智慧。可以在这个五族恶世尘世当中、啊、能够不染、啊、我们根生在污泥之中、啊、但是呢亦出污泥之上、啊、莲花的茎、啊、在个水里面、啊、水已经出了泥之上，它代表什么呢？代表是四圣法界，污泥代表六道、啊、这个是这个污染的、啊、世界，有烦恼有执着、啊、断了执着了，出了污泥了、啊、叫做出尘、啊、但是呢还有分别，还有妄想，所以还未完全出在个水里面。等你将分别妄想都放下了，出到水外了，莲花开在水外水之上，它表示什么？既要出六道又要出四圣法界，即是出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先就真正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所以莲花是表这个法的。还有一个表法的意思，莲花是花果同时。你看莲花开的时候，莲蓬里面的莲子也都成熟了。莲子是果，那个莲花和果是同时开，同时成熟。其他的花呢、很少有。都是先开花再结果、啊、不是说花果同时的，唯有莲花是花果同时。它代表什么？代表净土法门、啊、是特别法门。开花时就是结果时，花代表因、啊、有收因才有正果、啊啊、那个因和果呢竟然是同时的，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念佛就是这样的，念佛起心一念佛，阿弥陀佛一念起来与佛相应，一念相应就一念佛了，你一念相应的时候，你一念就做佛了，因是果同时的，因果同时啊。啊、第二念呢，阿弥陀佛又相应，第二念还是造佛，第三念阿弥陀佛还相应， 又是念第三念佛，第四念、哎、突然间想到、啊、突然间我听完经还去见一个朋友，不行了，第四念变成凡夫，就不是佛了、啊、
然后即刻觉悟，唔得，我唔可以打妄想。第五念，阿弥陀佛，又相应，又做翻佛。你个念头就系从佛同埋凡夫两个境界里边走啊。唔系凡夫就系佛，唔系佛就系凡夫。凡夫同佛有咩唔同啊？一个系迷，一个系入悟。迷时做凡夫，悟时就成佛。凡圣之间唯有迷悟不同啊，冇其他差别啊，生佛不二啊。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大家经常听过啊，系嘛？有冇听过呢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讲经教嘅人时时挂在口中啊，心系我哋嘅呢个心。向佛嘅时候成佛啦，向众生嘅时候成众生。你想向佛嘅时候，众生拖唔到你；你想向众生嘅时候，佛又拉唔到你。三无差别啊，力量系均等噶，就睇你啲念心系向佛咧，定系向众生。我依呢一念向住佛。念阿弥陀佛，全心是佛，你就系佛。念佛事就系成佛事，因果同时。一念起咗妄想，无论呢个妄想乜嘢妄想，系凡情亦定还是圣解，通通系妄想。就入翻娑婆做凡夫啊！所以其实何止系念佛嘅时候因果同时啊，做凡夫亦都系因果同时啊。你呢一念系做凡夫，咪就果咪就凡夫咯。因系凡夫，果就系同时系凡夫所以唯有呢一心啊，整个宇宙就喺呢一点呢一念心啊，睇呢念心做乜嘢啦。做极乐定做娑婆成佛定系做众生啊？就睇你啲念啊！你真正修行就管住呢个念头我呢个念头念念不移向住佛念阿弥陀佛咁就恭喜你啦！念念相应，念念佛啦，你就成佛啦！就系咁简单啦，直截了当噶。三藏十二部经讲嚟讲去，讲到最究竟嘅就系讲呢个道理啦。因为讲呢个道理，一般人相信唔到，佢冇呢个善根，冇呢个智慧，唯有从头说起。从小乘阿含经到方等。到波野，到法花，最后讲俾你听，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只有就系你念，睇你念乜嘢。你肯念佛就系佛，你唔肯念佛就做凡夫。所以莲花嘅表法啦，呢个心意啊喺呢度啊，因果同时啊。确实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你一定不肯放过一刻钟一秒钟你肯定念佛，念念都不肯放弃，不忍心打断这个念佛的念头，因为一断了这个念佛又直入娑婆。所以极乐世界就是这个佛法界牛益大师讲，非九界众生所行境界，是诸佛所行境界。为什么？因为诸佛个个都是正念相继
我讲呢啲道理会唔会太深？大家觉得可能接受？原来成佛就咁简单，其实就系咁简单。可能你未听过呢、这个都系我20年学经教亦都算系好用功，终于明白咗道理系明白啦，讲俾大家听。我相信都講得好清楚。講得個講，你肯唔肯去做法呢？就係另一回事啦。做法就係唔容易啊，難係難喺邊度啊？降伏雜氣，明白係難。呢個係大善根、大福德。今日有緣遇到佛法，明白我點樣能夠成佛。8000万劫难遭遇，明白之后，你真正成佛呢，又要去努力要克服啊，降服你嘅习气啊。我哋无量劫打妄想打到依家，打成习惯啦，念佛难啊。打妄想容易，打妄想唔使去有心打个自己出嚟。念佛咧，有心念都念唔上呢个佛号，都念成片，你就知道个习气之重，力量之大。所以真正明白呢个道理，要发心修行啊！这个人系大勇猛者啊，勇士啊，大英雄啊！降服自己的习气是大英雄，佛就是大雄。你看这里是大雄宝殿，楼上叫大雄宝殿，大雄是什么意思？大英雄啊，能够战胜自己的习气是大英雄，战胜别人这个小英雄甚至不是英雄只是一个匹夫之勇，真正战胜自己习气大英雄。古人有两句诗讲，呢两句诗我经常读嚟警察自己。是讲梅花，两句诗文是，不经一番彻骨寒，哪得梅花扑鼻香？可能大家都听过，梅花冬天开，这个时候正是隆冬时期，它绽放，所以古人叫它香雪。原先呢，我是小个的时候经常看到梅花，因为我家乡是产梅花，广州罗岗，知不知道这个地方？羊城八景之一，罗岗香雪现在都没了环境被破坏了以前呢梅花园真是这个一片都是雪白，远看是雪，近看原来是梅花香的嘛，冬天绽放岁寒三友之一越到冬天是越开花越放香。这个香是经过一番彻骨寒，经过寒冷的考验这个比喻什么？你要修行要成就要放香必须要经过一番的战胜自己的那种修炼。不落功夫，不刻苦，怎可能成就呢？你回去试一下念佛，你就知道，听经容易，念佛难。所以我这里礼拜六人多，礼拜日人少，礼拜日呢，是这里开放念佛嘛。
嚟念佛嘅人就系唔简单啦。边个能够熬得住啊？喺个念佛堂里边啊，唔使好耐啊，要你熬六个钟头都唔容易啊。啊，何况系六日呢？如果嗌你熬六年呢？哇，神经病啦、真系唔容易啊！个心就静落嚟啊！要静得落嚟就系调伏习气嘅过程啊！你想修行，心都唔静得落嚟，点可能成就呢？个个都中意向外跑啊！一学佛啦，做义工好欢喜啊！梗系啦，有讲有笑。啊，去参加法会，啊，仲系搞人情，啊，仲系世情好浓啊！哎，好啦，我听下经，听下经都唔错，啊，反正每个礼拜先一次啫嘛，又唔多，可以受得住，又唔系日日听，日日听就唔嚟啦，啊，一个礼拜一次仲勉强啦，嚟咧，仲有饭食，啊。有講有笑啊，定雲法師嘛啊，講講話咧都唔會話太悶。多謝，自己夸口自己 啊，反正即使你中眼瞓，我都唔會話你啊。所以咧聽經都唔錯。真系真刀真枪喺度真干嘅时候，要你入念份堂，哇就唔肯啦。好多人就学佛就系有呢个问题啊，要知道啊，要想了生死，必须要落功夫啊。一切由真实心中做啊，唔可以搞虚嘅，唔可以搞假嘅。呢个法门叫易行道。系最容易，系对比其他法门嚟讲，啊，84000法门呢个确实系最容易嘅法门，冇任何法门比呢个更容易。但虽然话系易行道啊，亦都唔系咁容易啊，你都唔可以太掉以轻心，随随便便轻忽啊，随心随便咁样啊嚟对待。你就不能成就啊！要知道出生死无量劫来，只看今朝啊！就睇呢一日啦，就睇呢一世啊！你唔落足功夫，咬紧牙关，降伏习气，即使有佛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想接你啊，你自己业障都障住你自己啊！你话心信切愿就必定往生，问题是你嘅信系咪心啊？你嘅愿系咪切呢？唔可以自欺欺人啊！修行最怕就自欺啊！嗱，呢件事你欺人欺唔到啊！你往唔往生唔关人嘅事，欺人冇用，但系唔可以自欺啊！你话你心信切愿入念佛堂试一试，睇下你系真定假。你欢喜念佛，觉得念佛系世界上最高兴、最容易、最呢个使我欢喜嘅呢个事情。呢点心应该系真的。一讲到念佛，哎呀，就心里面发毛。仲有事情做啊！不如我嚟做下义工算啦。我去搞下慈善算啦。我仲有好多事情未做完啦。念佛咧，摆喺所有事情最后，咩事情都做晒啦，实在揾唔到事做嘅时候，哎呀，算啦，念下佛啦。有冇咁嘅心态？我以前就有呢个心态，呢啲都系讲我自己嘅。
揾出种种借口可以使我唔好念佛。嗱，我宁愿学经教，我宁愿听经。听经为咗咩啊？为使你一心念佛噶。你唔肯念佛，听经听大太再多都冇用，假嘅。听嚟消遣下，同你了生死绝无关系。所以奉劝大家好好念佛。你入念佛堂，你屋念佛堂喺屋企就可以啦，一个人念。我呢六日闭关就系自己一个人喺房间里边，关起门来得啦。有人送饭，一日食一餐。食饭嗰时敲下门，知道啦，打开门唔使讲嘢，攞咗饭入去，又关埋门。吃完了送出去继续念法。你试一试。你在家都可以做。将自己关起来。看看可以关得几耐。一关起来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习气什么毛病。你的妄想全部出来了。刚才有个同修来跟我说，哎呀，话我呢几日都系想闭关念佛啦，闭呢一日都闭唔住，一关起嚟咧，思想澎湃，那个波涛汹涌啊，大海涨潮啦，整个呢个思想啊狂潮啊，止都止唔住，呢个系初学一定经过嘅呢个经历。咁点办呢？劝大家啱啱初学呢，唔好话淨係念佛。闭关呢试一试可以。但係一定要多听经。闭关起嚟听经呢，这个可以。做前期工作，打基础。你经教唔熟，嗌你念佛你念唔住㗎。唔係咁简单㗎。点解听经嘅人多，念佛嘅人少？原因就喺呢度。听经仲系用你嘅妄想分别执着嘛？仲系可以用思维嘛？仲系可以放入咯？念佛就唔得啦。逼住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因为呢句阿弥陀佛冇咩谂嘅，就系四个字，有咩好谂啊？唔俾你谂，就系一句阿弥陀佛念落去，好似熬豆浆咁熬，慢慢熬，熬到出浆为止，睇你熬得几耐，呢句先系真功夫。你想要真干，一定要经历。哪怕一个礼拜拿出半日时间都好，你要这样练。你不这样练，你最后还是手忙脚乱，生死关头听经的功夫不行，参禅功夫也不够，读经都不够，唯有念佛。你能不能够念得住这句佛号？所以我们这里礼拜六讲经，礼拜日念佛，两个同等重要。绝对唔好话，定宏法师礼拜六先嚟，礼拜日佢唔嚟嘅。我都唔嚟啦。要重视念佛啦。讲老实话，念佛比听经重要。听经就系为咗帮助你念佛噶嘛，听明就要念佛啦嘛。能够念得住佛号，经都唔使听啦。因为你念不住佛号，所以来听经。听经 有好处，有帮助，帮助你所有的思想的那些结打开。在你念佛当中遇到什么障碍，先扫除干净。起码你思想上通，知道有个心理准备，然后在念佛当中呢去念经，
依家我哋讲嘅系战术、战略，讲嚟讲去都个讲，你唔打仗，你点用得到啊？啊，所以我哋呢个星期六啊，就喺度研究作战计划。星期日咧，真正打仗，同边个打？啊，同你自己嘅习气打仗。啊，嗰、那个就系魔啊！啊，要战胜魔君，你就能够成佛啦。啊，所以我哋而家念佛堂开放，大家要能够利用。啊，如果你屋企方便，你喺屋企念当然可以。啊，咁样其实都好。啊，冇人打搅。如果你屋企冇呢个条件，我哋喺呢度可以念。啊，下个礼拜12月29号，好似系就系11月17。啊，阿弥陀佛圣诞，系嘛？诶，阿弥陀佛圣诞，我哋点样庆祝咧？当然最好嘅方式念佛啦。啊，今晚礼拜六我又嚟，所以我头先同阿静如老师倾话呢度。跟常住傾一傾，我們早點開放。我們一般是10點開始講經嘛，我們8點半起香念佛，念一個鐘，好嗎？念一個鐘之後，我們10點再來繼續講經。這樣你念了佛之後再聽經，那個心靜，听经能够听得明，啊，用清净心听经你才开悟，心很乱，念头很多，听经都听不明，啊，那个名词可以听得明，意思听不明，意思听得明了，你就会真干，你就会依教奉行，啊，你不肯依教奉行，说明你明不明白。未明当然继续听，听到明为止。真正明的了，真正大彻大悟的人，他什么表现呢？就是一心念佛，一问三不知。啊，你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阿弥陀佛。从哪里来啊？阿弥陀佛。往哪里去啊？阿弥陀佛。啊，句句都是佛啊。心里面除了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人真正大彻大悟，我们世间人看他很痴呆，他心里面很明白，啊，他知道，啊，世间皆罪我独醒，罪的人看醒的人呢都以为他是罪，唯有他自己清醒，他明白一切，他都知道，一切都不过，啊，心里面只管住这句阿弥陀佛，他成佛去了，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啊，看看8点半，啊，看看这里其实就这样绕着灯念又得，啊，或者怎样安排，啊，我都来，啊，我们用念佛来庆祝阿弥陀佛佛诞。真正用真心，啊，用清净心念一个钟头的佛都功德无量，啊，以念佛来报恩，啊，阿弥陀佛的恩德这么大，你看对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啊，竟然这一生就可以往生成佛了，是靠哪个？靠阿弥陀佛啦，啊！遇到这个法门，不是三生有幸，是无量生有幸，啊，所以我们念佛
要攞出嗰種真誠啊！真誠裏邊唔夾雜任何妄想啊！一個念頭，純淨。楞嚴經裏邊講，阿難尊者開悟啦，佢知道佛因浩大，所以佢講話：將此心身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因。呢、這個身心身啊，啊心心啊，個心係第一個心係深淺嘅心啊，好多人搞錯咗，以為身體嘅身心奉塵，唔係身心，係心心啊，好深嗰個心。呢、這個心心係咩心啊？至誠嘅心。深信切愿求生净土的心，成佛的心，大菩提心，这个是深深奉尘刹啊，这个是要上求佛道下度众生，这个才是真正报佛恩。我今次在念佛当中也都有感受，佛恩好大啊！忽然想起呢两句经文啊，我将后三个字啊改咗下，对自己改啊，适合我啊，系将此心心相此心心啊，念弥陀，是则名为报佛恩啊，用呢种至诚嘅心啊，呢一种深信切愿嘅心嚟念阿弥陀佛。念佛事就是成佛事，你能够成佛才叫做真正报佛恩，如果不是报不到佛恩。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为了什么？为了帮我们成佛的啊，所以我们就愿意去成佛，我们就承当，我们就信佛的意思，佛希望我们成佛，我们就成佛了。这个就是跟佛心相应。我不想成佛就不相应，念佛都假的，没用。要用相应的心来念，一念相应就一念佛。所以我们弥陀诞最好的感恩的方法就是念佛，用心心，用至诚，深信切愿求生净土的心来念这句名号啊。对有缘的众生，我们就向他们介绍这个法门啊。现在我听明白了，我就有这个责任啊，向有缘众生介绍啊。什么人是有缘众生啊？他肯听我讲的，那就叫有缘。他不肯听我讲的，就无缘。无缘就不需要攀缘，由得他。等到缘成熟了，我再来帮他。缘未成熟，我不可以勉强。特别是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易行难信。行起来很容易，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得，谁都懂念。三岁小路仔识念，80老翁识念，个个都识念，但是信就难啦，大难大难，叫人信系唔容易噶。半年前我啱啱开始发心啊，嚟呢度讲《无量寿经》啊，当时唱功师傅请我过嚟鼓励我，我都冇咩信心啊。为什么呢？信这个法门的人太难了。一开始呢，第一次来都不少人。我看看究竟可以坚持多久。第一次可能来捧下场，第二次他不来了。第二次呢还是来这么多。第二次来好了，我再试试看可不可以坚持一个月。
竟然又可以坚持一个月，再试下可唔可以坚持半年咧？竟然又可以坚持半年，难得啊！所以大家嘅善根深厚，不可思议。啊，特别系次次都嚟到嗰啲人，不得了啊！善根啊，非常深厚。啊，你只要用功，呢一生一定成就，一定就成佛。即身成佛，就用你依家父母所生嘅身体，呢个系我哋六道嘅最后身。我哋念佛，临终见佛，啊，就喺依家嘅身体里边就可以见到佛，然后劈低呢个身体去啦，即身成佛，呢个法门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大家嘅善根啊、福德因缘都无比殊胜，啊，定运系非常之敬佩，啊，睇下有几多人可以坚持到我呢部经都讲依家讲到第六品，啊，大概后边仲有三分一，啊，三分二，依家讲到三分一，我哋呢个速度讲啊，可能都要讲成两年啊。年半到两年啊！希望大家呢两年解行并重啊，听经系解，念佛系行啊。除咗念佛，真正断恶修善啊，呢个行门好紧要啊！你肯断恶修善，你念佛嘅心先系真。如果唔系，嗰个心唔系真。一边念佛一边作恶，呢种人可以往生咩？唔可能噶！阿弥陀佛想要你啊，极乐世界啲菩萨唔肯俾你嚟啊！啊，同阿弥陀佛讲，呢个咁嘅人咁衰，唔好俾佢嚟啊！嚟就把我哋极乐世界都搞乱啦！啊，所以我哋一定要去做个善人。啊，善人用咩做标准啊？呢本書就係標準啊！喺香港佛教教育協會印嘅，希望咧下一次我哋嘅義工同修啊，將呢啲書帶過嚟俾大家，一人手一冊。呢本書上邊四本都係因果教育嘅教材啊，《了凡四訓》、《太上感應篇》啊，《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質文》、《如正義工與造神記》。印光大师非常之推崇，印光大师当时印呢啲书，因果嘅教材，呢啲书都唔系佛经，都系儒家道家嘅书，啊，但系佢印呢啲书比印佛经仲多，佢讲要救呢个社会，挽救世道人心，唯有靠因果教育。啊！咁我哋想要修道，啊！我哋想做个善人，想要往生，必须要从呢个四个啊呢四篇好好落手，尤其是《太上感应篇》最集中，啊，最精辟，啊，详尽嘅解释有《太上感应篇》为篇。系古文，啊！依家咧有白话解，啊！净空老法师有讲过，啊，99集，啊！我咧讲得比较短，用广东话都讲过《太上感应篇》，好似12个钟头，啊，唔系12集啊，呢四本我都用广东话讲过，国语有讲过。啊，都有光碟啊，網上都可以 download 啊，有時間大家一定要讀《太上感應篇》。我係每日定課，攞嗰個標準嚟檢查自己啊，睇下自己一日到黑全心如何。
啊，呢、这个全心最紧要。念佛嘅心能唔能够清净，就睇你喺平时能唔能够用真心，用善心，功夫都喺平时去练，平时去检查。所以我哋如果用2年嘅时间，可能剩低就系年纪啦，1年半啦。上天假以时日，2012应该可以平安度过啦。预言里面讲话灾难年，好似冇咩大灾难，小灾难就不断。当然该走嘅人都会走，应该留嘅自然会留。我哋咧感恩，上天假以我数年，俾我呢几年时间，我就要好好去修行，真诚对自己对他人，无量寿经从头听到尾，听嘅过程当中改我个心，改我个行。这个就是叫做修行。我闭关念佛这6日出关之后，同修问我，你有没有见到佛啊？我呢就说，见不见佛是另一，是这个不紧要啊。我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啊？我见到自己的过错，我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个叫开悟。开悟不是什么玄妙的事，就是知道自己有什么错。不知道自己错就不觉悟，知道自己错就觉悟。知道大错，大悟；知道小错，小悟。全都知道自己什么错了，大彻大悟。知道错你才能够改，改就叫做修行。修什么？修正行为叫修行。行为有错嘛，就要修。行为没有错，怎需要修什么？所以未成佛之前都要修行，因为未成佛之前就有错。每日就是检查自己有没有错，有错必改，这个就叫做修道。我自己这几日最大认识自己最大什么错呢？我是不怕被人知道的，有错大家都知道最好，骂我，笑我，好，帮我消业障。如果不是这个错，怎可能痛改？最大的什么错？自己不肯落顿功夫，对人对事都不够珍惜。自己这几天静下来了，才可以回味一下自己40年的人生。这40年反思一下，从来未有在某一件事上面用过至诚心，对人又好，对事又好，无论是求学办事、修道、学经教、念佛，都没有真正去甘心情愿做过顿功夫。都是什么呢？
追求捷径啊！呢个时代，我谂我系一个代表人啊，喺世法上面都稍微叫做比较成功啦。求快求速啊！唔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去做好一啲事情啊，只系有啲咁嘅福报，所以咧行捷径都好似行得唔错。原先喺学业上，都算系比较好，成绩啊。都系名列前茅。出嚟做嘢啦，喺大学里边教书，做研究，做研究亦都冇真真正正落一份死功夫。虽然亦都发表唔少论文，同辈里边都算系佼佼者，都很不错。点解呢？因为人哋可能同我一样。唔肯落個真功夫，個個都麻麻地，所以麻麻地麻麻咧，我哋都算係唔錯啦。咁樣覺得唔錯啦，就開始叫嘛，浮躁。浮躁嘅表現係咩咧？急功近利，咩嘢都希望早成功、快成功。眼光短浅，甚至好大喜功，边样好我就先攞边样啦，唔肯去老老实实做台下功夫，学佛都系一样咁嘅心态，都系拣嗰种最快速嘅，佢正道法门最快速啊，冇错。当然呢个拣嘅冇错吓，唔系嗌大家唔拣呢个法门，但拣呢个法门照样要落顿功夫啊。你譬如讲念佛，我自己反省自己，学佛20年，从来冇一段时期话诚心诚意去念呢句佛号。都系求嗰啲所谓嘅慧解求少少嘅呢啲智慧喺经教里边，嗰个唔系真正智慧，因为唔系自己证悟嘅，系人哋嘅境界自己睇咧攞嚟讲下讲俾大家听，大家好中意听。唔系自己，极乐世界好经里边系讲得冇错，你可以将呢个经讲得好头头是道天花乱坠。问题系你去过未啊？你未去过，得个讲字，唔系你噶。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几曾能够死心塌地咁去念过呢？话呢个见佛，你有冇见过呢？话开悟，你有冇开过呢？全都冇真正去体验过。所以样样都系虚，好在依家算系觉悟咗，所以人能够静得落嚟，佢先能够有深刻嘅反思。人生你唔可以随随便便
马马虎虎咁过。啊，哪怕做一件事，你要做得落足功夫，问心无愧，做成功，咁你都唔错。啊，我哋做咩事啊？就做念佛求生净土呢件事，呢个要落足功夫。啊，所以我自己反省。啊，覺得自己好慚愧。啊，其實係冇呢個資格喺台上講。啊，因為自己冇修冇證。啊，喺古時候係唔允許呢種人上台講經。啊，點解咧？根本都係一個說客。啊，你根本冇修正，你冇开悟，冇正果，讲咩经啊？啊，你先入空山，坐上十年禅啦，诶，开咗唔再出嚟。古时候系咁样嘅严格要求，依家冇办法啦。依家如果系个个都想咁做，就冇人讲。这个是净空老法师教诫我，啊，讲一定要讲，你不讲没人讲嘛，没人讲的佛法就断灭了。现在是末法时期，而且末法当中最衰落的时期，啊，传统文化打到谷底，佛法也都落到谷底，不用比远的，就看100年前中国真正修行人都不少，甚至50年前还有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这些都是真修行人，都是开悟正果的人。啊，再前啲嘅印光大师、慈州律师、弘一大师，啊，嗰啲大师就更多啦。个个都系真修行，个个都系落足动功夫。你睇印光大师，啊，闭关喺嗰个普陀山闭关30年，喺藏经楼里边深入经藏，70岁先出嚟讲。同大家文化啊，呢啲就是真正嘅榜样。所以我哋讲，知道自己冇呢个境界，啊，只系为大家介绍介绍，啊，希望大家做得比我好。啊，我冇正果，冇开悟，呢个小事，大家要正果，要开悟。往生就是开悟，就是正果。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你直证阿惟越智。啊，所以自己想一下，就是40年来一事无成。无论世法又好，佛法又好，都不算有什么成就。这个成就啊，是以真正啊，这个古人的标准，啊，不是现在用那种现代的吹捧啊，哎，你好叻啦，啊，你好有成就啦，不是。讲经讲到10000人来听，不一定叫成就。啊，你这个写的文章论文在世法上面，啊，发表在很这个顶级的学术杂志上面，未必叫成就。世法的成就是讲你这个成就去传世，传千年万年，这样叫成就。
佛法上嘅成就，见性开悟正果。点解一事无成呢？原因皆是不肯下顿功夫。都喜欢做一个精灵嘅人。咩叫精灵人啊？专务虚头。唔肯落足嗰个功夫。只睇台上嘅，唔睇台下。一古人唱戏嘅人。台上一开声，一个动作都是台下10年以上的功夫。台上一睇，觉得好精彩。有冇谂到台下落咗几多功夫？我哋念佛又是一样。你想真正往生，你要拿出10年真觉，最少都要3年啊！净土圣贤录里面我哋睇到嗰啲人往生嘅，个个都系3年，平均嚟讲3年，个个都系落真功夫，落3年就可以成就。呢个法门系最容易嘅，其他法门3年冇可能，30年都未必。这个是最快速的，有他力加持，佛力来帮助我们，但自己都要真觉。所以这句佛号，我们自己要给功夫来练，要重视它，要将它当作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来做。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佛不可以不念，这样才叫做重视。你重视一件事，是不是可以废寝忘餐？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工作精神，忘我工作，废寝忘餐，是吧？吃都可以不吃了，睡又可以不睡了。你念佛拿出这种精神就可以了。嗌你去跳舞可以跳到一通宵，唱歌可以唱一通宵，打麻雀可以一通宵。嗌你去念佛咧，1个钟头都唔肯，咁点往生呢？所以呢啲都系自己去检点啊。所以一往生就皆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这个是原文里面讲。所以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就要深深向往。你看我们再辛苦得几年时间呢？几年之后我们往生了，快乐无极，莲花化生，再苦再累攰啊！我哋都要忍啊，咬紧牙关拼啊，搏命啊！念佛嘅时候，肯定你会有业障。我啲同修都会有呢个体验，唔念佛好地地，一念佛咧，感冒啦，屋企出事啦，个孙婆那个惯胶惯到个手臂骨折啦，都系叫做业障现前啦。唔念就冇事，一念就有事，你知道吗？临终嘅时候就系咁样噶，呢啲业障早啲现好啊！我送我外婆往生嘅时候，就特别有感受。我外婆是94年往生，18年前往生那天朝头早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哋喺旁边念佛。结果一下，本来攞念佛机嘛，一停电，平时都唔停电嘅，嗰日朝早都停电，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只好用嗰个念佛经攞电池，念下念下电池都冇埋，攞清念啦，攞个口念啦，本来有个念佛经可以带一下，可以 hit 一 hit， 依家唔可以 hit 噶啦。念下念下咧，有人敲门啊！打开门咧，哎呀，成十年都冇见过老朋友，今日居然嚟，问佢你点解嚟啊？佢话：哎呀，好耐都未探过阿婆啦，今日嚟探下佢。你睇下，冤亲债主啊！平时又唔嚟喎，一到最紧要时刻佢就出现啦。赶人走又唔系啊，当时咧冇呢种权力啊，当时就一口气就一口就拒绝咗，依家唔方便，嗰日再嚟关埋门继续念佛就好啦。当时咧客气，世情太浓啦。入嚟啊，又饮杯茶啦。阿婆点啊？睇下佢啦，我睇下，同阿婆倾下倾两句啦，倾下倾下，喂唔掂咯，佢好似唔掂你就走啦，仲坐埋咁耐做咩啊？又唔走，就冤亲债主喺度啊！所以呢个时候啊，助念嘅人把关要把得好啊，呢个时候唔可以用世情啊，要用理智啊。情执好坏事啊，将人断送啊！如果佢呢个时候断气，咁你唔喺度念佛啦，咁你咪就将人哋前程断送，人哋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你将人哋拖翻嚟六道里边，呢、这个因果好大 所以一定有智慧嘅人，有断力嘅人，经教好明白嘅人，佢送终会好。当时我哋18年前嘛，学得好浅，《无量寿经》先睇过一次。我阿婆话从一生就睇《无量寿经》，呢个经本睇咗一次。睇嗰时候仲问我妈妈：，话极乐世界真系咁好噶？我妈妈话系啊。其实我妈妈都唔知嗰时，话系啊系啊，咁佢就好啦，咁啊信啦，就系咁样，佢就好浅好浅。冇大家咁有福报啊！大家可以听经，可以明白。当时冇啊，冇人讲啊。嗰时仲未遇到净空嘅法师啊，亦都冇遇到呢啲老人带啊。无量寿经系喺江孝子本门老和尚嗰度请嚟啊，翻嚟睇啊，睇得半明唔明咁样啊，知道系有个极乐世界，有个阿弥陀佛，系咁解嘅啫。所以这个经教能够学习确确实实是一个大行。好，我们呢现在继续看经文。第25元到27元。25是千人礼敬愿，26呢是文明得福愿，27是修殊圣行愿。我们一起呢读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乐，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自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以者，不取正觉。呢一段原文是讲阿弥陀佛成佛之后，极乐世界呢是无比的殊胜，
但是有一类人去不到啊，这里是讲这一类人啊，或十方众生啊，能够闻我名字，因为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得福啊，闻名啊就可以得福。所以名号功德啊，不可思议。无论你信定系唔信啊，肯唔肯去极乐世界，这个你都可以得福啊。只要一听到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他就得福噃。啊，就有佛力加持，就有佛光照他。啊，名号所在之处就有佛光。包括无量寿经所在之处，就有佛光照诸照。啊，你是定心念佛，定是散心念佛？啊，定还是系啊无心去念？都同样得福，但是当然得福的福是不同的啊。不过大小是看你的心啊，你的心恳切、真诚。得个福就大啊！如果是很散漫啊，好疏忽，好轻率啊，咁你嘅得个福就少啊。但系总系得福啊。所谓一力以根，永为道众啊。呢句佛号一听入去，就注定将来会能够成佛啦啊。但系可能系无量劫后。但是你的因呢，现在可以跟他种、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尽力这样去将名号、啊、去宣传、啊这个、如果有这个方便这个条件、啊、最好是什么呢、啊、将这些念佛机啊那些念佛的 CD 啊，送给人啊，或者是什么呢、啊、在自己的车上啊，玻璃上面贴阿弥陀佛，人家不信佛都没所谓，看见四个字阿弥陀佛，他在心里面就念了一句了，这样就得福啊，这样他就注定将来往生成佛，跟他种一个原因。如果能够在电台上面去播啊，譬如说播无量寿经啊，或听个人那个文明的程度就不同了，得个福报就大了。如果能够一万个人里面有三两个听明了今生能够往生，哇，这个功德你就不得了了啊，这个你就帮助两三个成佛了啊、你帮助两三个成佛，你自己真的要往生的时候，那两三个人都会拉着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啊、我之所以今天能够来极乐世界都全靠他的、他现在要走了，他往生了，我们应该来接他、一定会拉着阿弥陀佛来、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讲无量寿经呢等于是为自己拿保票啊啊，我往生还有些时间的话，现在我搏命讲、特别那些年纪大的人，你们先往生、往生了之后，我真的到往生的时候，你一定会拉阿弥陀佛来是不是啊，你老婆生点头你往生了之后肯定不会忘记我嘛、也都不会忘记我们的同修道友、跟大家结法缘、另外一个呢，我很喜欢跟你助念、助念是什么？直接送往生、他到最关键的时候我跟他助念、帮助他往生了、到时候我走的时候都有人助念有如是因就如是果，
自己功夫差啲，有人帮助啊。当然，你能够唔需要帮助更好。啊，自己靠真功夫，企住往生，坐住往生，哎，你够晒叻。啊，但系万一你唔得，有人帮助都唔同啊。我哋唔靠人帮助，但系咧，我哋自己要尽量咁去结好嘅善缘法缘。啊！大慈菩萨讲过，你送两三个人往生，功德比自己往生仲要大啊！啊，如果能够度十几个往生啊，功德无量啦！你如果能够度百个以上，8000个人往生，你就系菩萨再嚟啊！如果你能够度10000人往生，你就系阿弥陀佛啦！呢个系大慈菩萨讲噶，啊，所以净空老法师鼓励我讲无量寿经，啊，我发愿话我呢部无量寿经以后专修专还，除咗呢部经，其他唔讲啦。啊，如果我今年40岁啊嘛，能够活到80岁，40年，如果我1年讲一部，我讲40部，啊，咁好唔好？啊！愿闻者皆发愿往生。结果净空老法师听到之后好欢喜，话你真能将《无量寿经》讲40遍，你就系无量寿佛啦。如果我能够讲40遍，可能应该有10000人往生啦。啊！呢、这个功德，我相信啊，自己唔得。啊！自己唔得唔紧要啊，阿弥陀佛会都请我去噶。所以发出真诚心啊，我哋嚟护持呢部经，弘扬呢部经啊，为阿弥陀佛做一个使者啊，做一个宣传员啊，宣传极乐世界，宣传阿弥陀佛啊。即使有人听咗呢个阿弥陀佛，听咗呢个无量寿经。佢听唔明，冇真正发起信愿，或者佢放唔下，啊，佢走唔到。你睇下呢度经常讲话，闻我名字欢喜信乐，礼拜归命，啊，等等，啊，佢冇提到往生，啊，而后边讲到寿终之后生尊贵家，佢唔系话生极乐世界，生尊贵家。亦即系话佢仲系要搞轮回，虽然搞轮回啊，唔错啊，生尊贵家啊，后边会讲到咩叫尊贵家，佢唔系讲大富大贵啊，大富大贵未必尊贵，系真正有德行、有学问啊，有圣贤教育、有佛法熏陶。呢个家庭先系尊贵家，啊，人人都系做好人，好人之家先系尊贵家，大家都尊重佢嘛，啊，所以呢啲人系闻名之后啊，往生唔到，佢将来有呢个果报，咁你听咗之后，啊，唔好觉得欢喜啊，哇，咁唔使去往生都得啦。我将来生尊贵家都唔错，你咁样一念叫做投机取巧，转阿弥陀佛嘅大愿嘅空子，啊，呢、这个唔得噶，你好好读下经文，闻我名字要欢喜信乐，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你有冇咁做？所以文明有个标准噶，唔系话就听过阿弥陀佛一句话就得啦，啊，或者系听咗无量寿经听几座，啊，唉，系我老婆呢、这个想听经啊，一定拉我嚟，我嚟啦，勉强嚟啦。
舉個例子嚇，唔係真嘅。佢嘅即係勉強嚟聽下經，唔係真誠心，嗰、那個唔算數。啊，呢度講話問我名字，歡喜啊，信啊，樂啊，你有冇歡喜心？啊，我睇到大家都幾歡喜，啊，個個面上都有笑容。啊，我都好歡喜。啊！睇見大家歡喜，我就歡喜。啊！啊！你真正聽到呢個法，啊，遇到呢個法門，由衷咁歡喜，哇！原來極樂世界咁好啊！哇！阿彌陀佛功德咁大啊！一定要念佛啦，生呢個歡喜心。啊！無量壽經講得咁啊，真係好好啊！我一定要。按住咁去学，咁样去做，信相信乐呢、这个乐里边就有乐意啊，乐意依教奉行，愿意做啊。这个乐字啊，古音系拗啊，拗系即系好想去做，好乐意去做啊。礼拜归命啊。礼拜阿弥陀佛，当然礼拜表示尊重，归命就是归依，一心归命。归依是什么？从迷惑颠倒回头了，我依靠觉悟，阿弥陀佛是觉悟啊，修菩萨行啊，以清净心修菩萨行，那你先有后面的功德。啊！你唔系真正依教奉行，啊，听下算系消遣下，反正横掂礼拜六啊冇事做，啊，圆明寺仲有 free lunch，啊，不如就嚟啦。咁 嗰个唔得噶，你冇嗰种真诚，唔系欢喜，唔系信乐。啊，我系为法嚟嘅，唔系为食嚟嘅。啊，你为法就有食。啊，为食就未必有饭啊，所以呢个自己用心喺边度，你自己要清楚啊，然后你先能够得到呢个经常讲嘅功德啊。今日咧时间到啦，啊，呢段原文咧，我哋下一次啊阿弥陀诞嘅时候再同大家继续嚟分享啊，多谢大家。